第一位。Thank you.
我烧好了，快点我。哎呦，我哎呦我。
下一位。Hello。
下一位，后面还有美女蛋蛋糕吗？下一位，后面有美女当蛋糕的吗？直接上台。那边签字的麻烦让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抓紧时间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。你上来问你的衣服哪里买的？是吧？链接给你，你要哪个？这个。好，下一位。后面还有美女招待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。是一个韩国的某个品牌，是那个 S 打头的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。然后这个真的是淘宝上买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家店忘记了。后面还有问题吗？有没有提问的？好烦，麻绳围巾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你们也知道我的审美的，麻绳围巾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的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，就是一个，你们之前有个人给我发了个图片，是我真的喜欢那个围巾，就是那个，乌克兰羊毛什么鬼，就是那个时候在 ins 上面很火，我说那么大的羊毛围巾你很暖和嘛，然后我就去想自己织一条，但是没有时间，然后我就去买了一条，现成的，然后我想说不能寄到我自己那个，寄到小孔那里，结果小孔一闻很臭，扔掉了。我的围巾啊，然后就被他花五十八块去买了一个某韩剧很火的，你知道吗？最近，然后那个女主角同款的那个围巾，嗯，真的是廉价的人买什么廉价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小孔，真的是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。来，站起来。牙齿有不行。为什么呀？
过年的时候控制他的饮食，我就给他扔到了我朋友家里去，然后我朋友每天只给他吃那个猫粮，不给他吃罐头，他回来他还是这么胖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能说这个天生的，对吧？没办法。下一个问题。还有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拆礼物了。我们今天陆婷一共收到八份礼物，然后我们抽取三份吧，一到八，你选三个数字，我帮你拿上来。抽取三份谁？对，三份。二。六。八。好，二六八，稍等。去年是286吗？谁啊？谁知道的？今天是你
九岁的事情。都说了，普通话最标准，你还在里说。你那就说。对啊，你十九岁啊，今年。嗯，现在。元宵佳节，双喜临门的日子，陆战队特意为您筹办了专属周易，狭日相逢，福有朝，主公为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您是，这是一句话。简直对何老玉是个折磨，太折磨了。现代人能简单一点吗？全体陆战队祝宝宝圣诞快乐，元宵节快乐。还没有呢。夜观星象，掐指。我说，来不干，实在不行你就举手放弃。我是个湖北人，你就对着镜头讲。你对着镜头讲，我是个湖北人，你放下来，我就给你站起来。我们湖北人普通话最标准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应该让给我们小石大宝。大宝是湖南人，那不是湖南人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普通话老师要求。湖北之后湖南，再谦虚，交给你了。你刚刚讲哪了？掐。掐指算在哪里啊？你指点的。第二个第一行。你都是啊。夜观星象，掐指一算，今天必须好好夸下你。去年你可真不得了呀，我受到了太多奇迹的感动。有努力和坚持，有大家的信任和支持，我们一起见证了国美 MVP 赛事第一。不是去年吗？挺住，大宝挺住。我是。人选和风尚非常基本的层次的诞生。你声音大点，后面听不见。第一次出演电影，更着实令人失望万分。我不习惯了。对啊，这真的显示有问题了。第一次演电影就演个男生，是你女的啊？都说了女版曹操，这个人肯定没有了解过，没看，什么不懂，都没有看过，你没有注意过，你瞎说。网上抄的，啊，那没有必要去读了。俗话说，岁月催人老，可这话对你来说是打鸡血的，因为你越来越像天真浪漫的小宝宝了。大哥忍住，已经是不说了。每当看到你清澈透明的眼睛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梦想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，
在前进的道路上难免经历波折，虽然在大家眼里你以大哥自居，一直是独立坚强又温柔可靠的形象，总是安分踏实的做事，嘴巴硬得要死，永远不叫苦不喊累，但其实即使是英勇无畏的侠客，也会有脆弱无助的时刻吧。习惯了暴喜暴忧，独自承担压力，默默消化烦恼的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放在心上，所以更加难免的退缩和放弃。感谢你的勇敢自知，感谢你的坚定信念，感谢你越来越勇敢强大。我们才能收获更多幸福的喜悦，这是你所将带给整个国家的决心。因为你，我们明白了努力的意义，收获了天生的勇气，拥有前进的动力。十九岁啦，在这里陪你度过的第四个生日，看着你越来越好，是最大的幸福。新的一年也有了新的目标吧，那么今年也继续大胆向前走吧。侠客准备着为你庆祝保驾护航，毕竟陆战队的红光之力只为你释放。不过除了夸你，请允许我们也认识你一次，对你提一个小要求，希望以后也多期待我们的节目。你的这一个心情我们都愿意倾听，你的任何梦想我们都想助你实现，可能我们还不清楚的时间，但我们一直在努力，想尽全力支持你展现和成长，想把你放在心里，手心放在心里去真心的爱护，想成为更值得信任和依赖的坚强后盾。你我只能说祝你天天快乐，最后想正想对你说，妈妈要哭了，我要哭了，不是，我是不是你的哭出来了？这不是，这太难听了，你看我给大声说。我唱歌，哥哥，你别打。我们都删了。最后，你来，最后跟马杜说。凡尘痛恋，繁花似梦。冰雪风霜，一如歌随行。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没心没肺，肆意洒脱，你是这世间最浓烈的美酒，醉生梦死，爱你到白首。我在哪里抽的？我的脸都红了。来，现在，这谁写的？而比说一万句爱你，我们更愿意一生陪伴你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继续风雨同舟，一起努力看更多风景，再一次创造新的奇迹。沈炼好，沈炼好，沈炼好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不可能。最后一起拍一张大合照。Thank you.
生日会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请成员先退场。你们走得那么急吗？登录，生日快乐！哎，登录，生日快乐！